陈蔚安，28岁，退伍军人。09年开始做过5年的私家侦探，现任特别行动组副组长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你配吗？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队长，队长，他跑了！愣着干嘛？车呢？我要车！安全，带他们去游南澳吧。好的，顾先生，要给您带南澳的特产回来吗？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有点饿，没有等你来就开吃了，然后我就吃光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饿。简青没有吃东西，他把菜全部打包了。你刚刚去哪儿了？怎么头发都湿了？啊，刚才厕所水龙头坏了，一不小心就弄湿了。哦，他还带走了带有您指纹的酒杯以及刀叉。他只是喜欢偷东西而已。您有怀疑过他是特勤组的卧底吗？你的包这么重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，我家还挺远的。现在天这么黑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太安全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今天到这儿吧，拜拜。顾先生，您涉嫌违反网络信息安全罪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好，可以换件衣服吗？你的头没事吧？再见，安九。再见，顾先生。